古剑奇谭二终于要开始预购咯。想到之前古剑奇谭开卖各大通路销售一空的盛况，各位等不及的玩家们怎么能不好好关心预购资讯呢？好在我们电玩宅速配都帮大家整理得清清楚楚咯，是不是就甘心啊？大家待会可要仔细看咯。由智冠科技所代理发行，并广受玩家高度期待的剑侠 3D 单机游戏《古剑奇谭2》繁体中文版即将疯狂开卖喽！怕首发店面抢不到的玩家，可以于7月28日起在众多通路上进行预购。想要预订数位版的玩家，可以上中华电信网站下订，使用小额付费还能再抽游戏周边商品及其他 3C 赠品。而预购标准版的玩家，除了有拼图、布面卷轴地图和3D珍藏明信片等特点外，还会加赠一组限量资料夹哦。而典藏精装版的丰富内容也不要错过了，古典柔美长形海报和远古风格女娲陶瓷杯垫诚意满分推出，加上卡哇伊机关弹 Q 版公仔，是不是超想冲一套的呢？不急不急，距离7月28日预购开跑还有一段时间，玩家们可以先在家住住跑，暖暖身，准备朝圣这个感动大作《古剑奇谭二》吧。